两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搁一届和咱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。今日咱要做伙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，耶稣讲这的话煞，就甲伊学生讲：恁知过两日搬过一周教，人主拄着街上去钉十字架，彼时遐的祭司头甲百姓长老聚集伫祭司头名。该亚法的院三甲参详有几客的家掠耶稣来抬伊，总是讲当这期唔通惊了百姓中间有扰乱。耶稣伫伯大尼泰戈西门的厝，有妇人带玉盘，内面堆极贵气的香油，就问伊，当伊坐倒的时候，饼伫伊个头壳顶，学生看见就生气，讲：安尼破费有啥路用？因为这个油会卖到最侪银来给送用人。耶稣仔就甲伊讲：恁啥事刁难这个富人人啊？因为伊所行来款待我的是好事，因为常常有送用人甲恁伫地。那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，因为伊倒这个油伫我的身躯，就是陪伴我埋葬来行的。我是在甲恁讲，普天下无论什么所在，传这个福音，也要讲起这个富人人所行来纪念伊。彼时，十二学生一个名做加勒人犹大。去见遐个祭司头讲：“恁要予我偌济，我就将伊交予恁。”因就甲伊约予伊银三十。对迄时，伊找机会将耶稣交予因。拄到一个头一日，学生就问耶稣讲：爱阮伫什么所在，甲你陪伴下搬过节？伊讲，恁入城找某人，甲伊讲，先生讲，我的时间啊，我甲我的学生收搬过节伫恁家。学生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，就陪伴搬过节。到日暗，耶稣甲十二学生坐倒。吃的时候，耶稣讲：“我实在跟恁讲，恁中间一人要卖我，众人真忧闷。一个一个跟伊讲：主啊，总不是我。”伊应讲：“甲我伸手伫盘内的，迄、那个要卖我。”人主倒去，照所记载之伊的话，那是卖人主的有灾祸。迄人无出世较好，卖伊的犹大讲：“亚比，总毋是我。”甲伊讲：“你已经讲啦。”因得食的时，耶稣提饼祝谢，擘破，分予学生讲：“摕去食，这个是我的身躯。”佮旁杯祝谢，予因讲：“恁拢着啉伊，这个是我的血。”就是名誉的血，为了罪罪人来流出的，地到罪得到赦免。那是我甲恁讲，打了后我无啉这个葡萄的汁，天后迄日我甲恁啉迄个新的，伫我的白国已经饮死，就出来去橄榄山。迄时耶稣甲因讲，今暝恁拢要为我来。受杀害，因为有记载讲，我要打牧者，就羊群四散。但是我过我了后，要大声恁去加利利，彼得应伊讲，众人虽然为着你来受杀害，也我永远无受杀害。耶稣甲伊讲，我实在甲你讲，今暝过未提。你要三拜唔认我，彼得甲伊讲，我就拿着甲你死，也决断无唔认你。
正学生也拢是安尼讲。耶稣甲因到一所在，名克西马尼，甲伊学生讲：恁遮个坐遮，听我去遐祈祷。则带彼得甲西比泰两个囝三角去，就油门参测，甲因讲：我的心真油门，到要死。恁大家甲我敬请，六六啊进前面趴伫地里，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若会做得，就让这个杯离开我。总是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照你所爱。就来学生家，看见因伫困，甲彼得讲：照安尼，恁袂会甲我敬醒半时久啊？着敬醒祈祷，免得入伫迷糊，心神甘愿，若是肉体软弱。第二摆阁去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这个杯若袂得离开我，的确着我啉伊，就愿你的旨意得成。阁再来看见伊阁伫困，因为因的目睭涩，离开因阁去第三摆祈祷，也是讲遐的话。迄搭阁就近学生甲因讲：呾通困来安歇啦，时近啦，人子受袂伫罪人的手，起来。三角行卖我的人近啦，要得讲的是，忽然十二学生的一个犹太来，要规定人牙刀甲腿，对遮的祭司头甲百姓的长老遐三角来，卖伊的甲因特暗合讲，我甲伊斟的迄人就是，恁通掠伊，只是就跟耶稣讲，掠彼平安。就直接甲伊斟，耶稣甲伊讲：“朋友啊，你要来做就做。”遐个人就进前起手抓耶稣，忽然有甲耶稣伫地的一人伸手拔刀，抬这石头的萝卜，下去一个耳啊。耶稣就甲伊讲。收你的刀入原位，因为既然亚刀的要对刀死，也是你打算我未求我的爸，就伊伫即煞要给我查十二亚卡假的天使吗？那安尼就圣经所讲，这个代志即刻有会怎样会应验吗？彼时耶稣甲因遐个人讲。恁拿刀甲腿出来抓我，亲像要抓惨吗？我日日坐伫殿内教死人，也恁无抓我，总是这个事拢成，是要应验先知所记载的。彼时是学生拢离开伊走，抓耶稣，下带伊到这石头该阿法的所在，伫遐。遐个经学书甲长老已经组织，彼得远远对伊到这石头院入内面，甲遐个车役三甲坐，要看迄个结局。遮个这石头甲全公会找南山的感情，攻击耶稣，爱好伊死。虽然最最南山感情的来。也无得到。后来有两个教讲，这个人捌讲，我会毁坏上帝的殿，三日就去起伊。这石头起来，甲伊讲，你拢无应验吗？这个人所干净的，你的是啥物？那是耶稣正经。这石头甲伊讲，当迄个真话上帝，我命令你就抓来甲我讲，你果然是上帝的囝。基督也不是吗？耶稣甲伊讲：“你已经讲啦，那是我甲恁讲。对这了后，恁要看见人子坐伫有权柄的者的大柄，坐天的云来，
对安尼这石头拆了家己的衫，讲伊讲出占官亵渎的话，咱犹阁欠什么干净啊？当恁已经听见伊的占官亵渎啦，恁打算怎样？因讲伊该死，就配烂伫伊的面，用拳头舞争伊，又用手扇伊的，讲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就甲阮讲拍你的是治罪。彼得一个原因，有一个女婢跟我伊讲，你也捌甲加利利人耶稣做阵。彼得当众人的面讲，唔认，讲我唔知你在讲什么。出去到院门，搁一个女婢看见伊，甲底下的人讲，这个人捌甲拿撒勒人耶稣做阵。彼得搁唔认，耍酒抓讲，我唔捌这个人。有真久，边仔的得徛起的人跟我。甲彼得讲，你实在也是因的党，因为对你的腔口流出。伊只酒骂个酒抓讲，我唔捌迄个人。假酒提，彼得就记得耶稣的话讲，假也未提，你要三拜唔认我，就出去外面大啼哭。咱这段时间以来，一直做伙来读马太福音，即马已经来到最后的一个段落。对二十六到二十八章是伫记载耶稣伊受难甲过活的代志。大新耶稣伊搁一届来预言家己得要受难，受定死伫十字架顶，时间伫第个要到的半过节。计划要害死耶稣的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，因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和意见的领袖。因会想要来除掉耶稣，就是因为耶稣一届搁一届在挑战因的权威，像是嘛已经影响到因所得到的利益。接下第六到十三节是记载玛利亚伊用真贵重的香膏来抹耶稣的头。虽然门徒认为安尼做真浪费，但是耶稣却是认为这是一件真水的代志，是为着伊特别面对的死甲安葬来做的。而且伊所做的代志也要永远受纪念。十四到十六节记载十二个学生内底的加利人犹大，伊去找祭司长约好要用三十块银币的价钱来出卖耶稣。十七到三十节记载耶稣和学生因做伙食半过节的暗顿，因在食的时也明确来指出要出卖伊的人，像是嘛通过半过节这个暗顿来设立圣餐。和军队伊的人会通通过做伙领受饼甲葡萄汁，来纪念伊要伫十字架顶来完成的代志。三十一到三十五节，耶稣伊预言接续门徒的跋倒，会来离开主耶稣。彼得搁下下三界来唔认主。三十六到四十六节是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。耶稣知影伊得要行的是一条非常痛苦。含真恶的承担的路，所以伊家己向上帝来迫切祈祷，伊嘛爱学生通为伊来精心祈祷。耶稣伫祈祷内底，伊求拜上帝，若是会使，就予伊会当毋免行遮尼痛苦十字架的路。但是伊嘛真清楚来表明，愿意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完成上帝所托付伊的使命。和耶稣的迫切祈祷形成一个真强烈的对比的是，门徒因肉体软弱，在这个真关键的时刻，几啊摆来困去。四十七到五十六节记载耶稣伊受出卖和受掠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内底，耶稣为着要成就旧约圣经关系伊的预言，伊来阻止门徒用武力来保护伊。五十七到六十八节是耶稣伫大祭司该阿法遐接受审判，这个时门徒因拢已经逃走也闭起来，只有彼得伊远远来对耶稣。这时长和全议会要找人做假见证来陷害耶稣，但是却是提不出确实的证据。
最后大祭司伊亲自来问耶稣讲：“你是毋是上帝的子基督？”耶稣就伊的话来表明伊家己就是基督。大祭司嘛因为安尼来认定耶稣伊亵渎上帝，用安尼来判伊死罪。耶稣嘛受众人的侮辱。最后69到75节记载，彼得有三摆的唔认主，这也应验着进前关系伊的预言。这嘛，予彼得伊挡袂掉出去吼。耶稣伊亲自恩咱来示范，要安那顺服上帝旨意，要安那为着完成上帝计划来付上代价。愿咱通做伙来学习耶稣的款式，也真做忠心的门徒。